欢迎饮水，饮水，思源莎莎。感谢每位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你们向皇帝的妃嫔，谢谢谢谢。再次感谢朋友们，每个朋友在公屏上对我的赞许，其实普通人一个，但是呢，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一下我的直播间。我们先从关注开始，后面是我们的点舞环节，来吧，宝贝们，到你们了。另外后面呢，也给大家准备了国风钢管舞，如果对国风钢管舞有猜测、有质疑的朋友，可以留在我的直播间，好吗？点舞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皆可点歌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时间问一下我们的朋友们，彩云之南宝贝永远都点这首歌《海市蜃楼》。OK， 所有的舞蹈都是即兴发挥的，如果大家想看一看即兴舞蹈是怎么样的一种魅力，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进来。好了，我想问一下所有的宝贝们，今天下午第一首歌咱们跳什么呢？大家在公屏中好吗？为啥不欢迎我啊？没有，没有为啥，也没有不欢迎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做到一一的欢迎。在水一方，丁公子说在水一方，我们的这个江南的公子说是海市蜃楼。画心，看来今天的歌单是有点多啊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做到统一啊。 OK， 点歌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谢谢。想看的舞蹈可以打在公屏中，对，我们根据大家喜欢哪首歌更热情一点，我们就优先来跳，好吗？小野猫啊，小野猫不是不能跳啊，只是你连团都没有加，其实没有必要要求我吧，谢谢啊。往事如烟说红唇，好吧，我们现在看来是女儿国是比较多的哈。好，接下来时间给大家送上这首歌，名字叫女儿国，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我的舞蹈，记得加团，记得点关注哦，谢谢各位。Thank you.
谢谢。一首《女儿国》送给朋友们，跳得好美，关注你了。我们的绿色魔法石都已经六级了，谢谢你，感谢。欢迎我们的丁公子，欢迎啾一口甜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也感谢我们的逍遥姐成为我的家人。来吧，我们加入粉丝团，朋友们告诉我这个歌单中有哪一首歌是你喜欢的，打在公屏中。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舞出这一些大家喜欢的歌曲。欢迎我们的一朵男人花。对，希望点舞的朋友们，想参与点舞的朋友们可以先点击关注，加一下我的粉丝团，感恩大家。你看你直播很久老是没看到海市蜃楼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每天都在跳海市蜃楼，而且基本上都是你在点。欢迎雪峰，跳得好美，关注你了。对，我们每位朋友点击了关注之后呢，不要轻易的走开，因为在歌单中每天给大家准备的近30首歌曲，基本上我们一场直播的内容都可以把它们跳完。如果说有一些歌曲没有点到，或者是有一些歌曲您点出来了可是没有及时跳到，可能是更多朋友喜欢另外一首歌，在欣赏别的歌之余呢，也请期待一下您点的歌好吗？因为主播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办法每一首歌都给大家就是及时的送上，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坐以停留，跳得好美，谢谢你。欢迎游客，欢迎阿才，谢谢您的关注。欢迎二哥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谢谢你，感谢。不染 OK。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宝贝们，我们把两首歌来做一个选择啊。虽然说成年人不做选择，但是跳舞的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办法啊。然后我们排个顺序吧，我也想看两首歌的顺序，哪一首放第一首好吧。我们想听海市蜃楼的在公屏中 Q 波一好不好，简单一点。想听海市蜃楼在公屏中 Q 波一，想听我们的醉这首歌我们在公屏中 Q 波二好不好。我们看一下大家喜欢哪首歌更多一点，我们把哪首歌优先来跳。当然了，两首歌我都会给大家送上，只是做一个前后的顺序啊。傻瓜才做选择啊，对，只是排一个顺序，没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啊。喜欢海市蜃楼，我们把一 Q 在公屏中；喜欢醉，黄龄的醉这首歌，我们在公屏中打一波二，好吗？对，我们还是4点开始人气票，丁公子一会儿记得参与，一会儿4点的时候我们开始打人气票好吗？对，海市蜃楼 Q 波一，醉 Q 波二，好像现在二是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宝贝，不是我不优先跳你的歌啊，彩云之南，我们先优先给大家满足一下，我们先跳第二首歌醉，黄龄的醉，跳完之后再给我们刚才 Q1 的朋友送上海市蜃楼好吗？希望大家稍安勿躁，谢谢。
I'm just relaying what the voice in my head's saying. Don't shoot the messenger. I'm just friends with the monster. 欢迎邱大爷，欢迎朋友们走入到我的直播间，让我喘一口气儿。大家觉得刚才黄龄那首歌醉了的，在公屏中打一波醉好吗？因为每首歌呢都是即兴发挥的，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天直播间只放一首歌，只有大家每个人都很喜欢这首歌，我们才会把这个歌曲当成一个保留曲目。哇，感谢我们的叶子，谢谢叶子送来的礼物，感恩你，谢谢。醉了的朋友们在公屏中打一波醉，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好吗？我是一名即兴舞蹈的主播，如果大家喜欢舞蹈主播就可以点击关注。另外这一段时间给大家呈现更多的就是国风的舞蹈啊，然后在后面的时间也给大家准备的是钢管舞。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钢管舞也感兴趣的话，一会儿我们也参与投票一下，今天我们的钢管舞到底跳什么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朋友们，谢谢林优，感谢遇见，谢谢我们的二哥，感谢我们的小细细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总是念不明白你的名字，我怕这个有失礼貌啊，太鲜了，感谢。美了，醉了，感谢感谢，欢迎我们的千美星啊！好了，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接着给大家送上，然后给我一点点喘息的时间啊。这首《海市蜃楼》也是朋友们在直播间点歌最多的一首。我想问一下，刚才点歌的朋友们喜欢这首《海市蜃楼》的有多少？公屏中 Q 波一，我们看一看大家在不在，省得一会儿大家又说每次我点你每次都不跳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。如果你在忙算了，如果您在刷直播间的话，不妨在我的直播间稍微停留一下，这个直播间简单一点啊，然后呢没有那么多虚招子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跳舞分享的歌曲。